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可我深知自己配不上她。为什么你前天晚上送我回家之后就不能发信息了？我也，我觉得我不能再耽误你了，你这么优秀，又会……谁说你耽误我了？我总是占用你的时间，还打扰你学习，而且评论区他们说我是沸羊羊，说我是穷小子。 为什么要加语言里呢？可是现在喜欢你的人这么多，我比不过他们了。起跑线都不同，怎么比啊？太容易了。可能遇见你已经花完了我所有的运气。怎么还在这？不冷吗？ 我想过了，虽然我不赞同你说的话，但是我很理解你。喜欢一个人又不是全都要看他的物质，想要什么东西以后可以自己努力啊。所以你以后不要说耽不耽误我这种话了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。你怎么发呆呀？有没有在好好听我说话？没有呀。我刚刚说什么了？刚刚说你喜欢我。 没有说我喜欢你，没有。回去的路上，他说给我一点阳光，我就灿烂。我说你就是我的阳光啊。